因為我會，因為我跟住落去好多其他國家，嚇、啊，我跟住落去咧係去唔同國家，其實而家係俾唔同國家邀請我去做講座，教人哋點樣用嘅。咁咧大家拍低佢，個原因係咩咧？你拍低你先見到個效果。有咩唔舒服啊？你我個膊頭就一路係痛嘅，因為我七月份撞車之後，我一路睇緊醫生嘅、哦。七月份撞車係咪啊？咁你到而家已經大半年噶咯喎。咁你做過啲咩治療啊？當中正骨物理治療，同埋通經路都做過。但係都仲痛係咪啊？針灸咩？穿幫我針灸過。嗯，針灸都試過。針灸都試過，但係個效果唔明顯，係咪？但係都係呢度都係唔舒服，都係好。但係咁咧，而家咧我就會處理你，可唔可以點？我哋全部都要問嘅，你邊個位置最痛？呢啲位。呢、這個位置，呢、這個位置轉身 ，OK， 轉身好。好，我哋咧揾個家庭觀眾出嚟，你啊，你摸一摸佢，因為我哋要揾第三者去做呢、這個，係咪好硬？係咪好硬？係咪好硬 ？OK， 好，你摸到啦。好，另外一個家庭觀眾，你又過嚟摸一摸佢，係啦。點解咧？我哋大家一齊學點樣摸到嗰個痛位，好硬，係咪一嚿？咁佢呢啲係受傷，係咪你呢個位痛？呢、這個位都痛啊？係啊，我個肩胛位嗰度咯，都係有啲。你撳一個最痛嘅位俾我而家。我最痛就係呢個位咯。最痛呢個位，好，我想撳你呢個位痛唔痛？少少。少少，呢個咧？呢個反而頭先嗰個痛啲。呢個咧？呢個冇。呢度咧？冇。呢度咧？呢度痛就嗰度有。呢個痛。係啦。呢個痛啲。定呢個痛啲，頭先個痛呢個位痛啲，好，咁我哋就 locate 咗佢呢一個位係佢最痛嘅位置。咁頭先我哋講啦，痛症治療係用咩 ？Ice Way。咁啡色嘅貼片就係擺喺佢痛嗰個位置上邊，就咁黐住佢。好啦，但係 Ice Way 係一對使用，最難係呢個貼片噶啦，你學咗就得噶啦，明白嘛？最難係呢一個，好貼咗落去啡色呢個位之後咧。白色貼片，我哋搣一半，佢有兩塊貼紙嘅，搣大嗰半。如果差唔多就是但啦，如果有一片細一片大咧，搣大嗰半嚇。然後我哋呢個叫做順時針療法，我哋擺喺佢十二點鐘方向，用呢個貼片去計嘅十二點方向係向上，距離嘅位置大約一個貼片嘅位置，得唔得？好，而家呢個時候飲水，你飲大半先。今朝有冇飲水啊？有。有。咖啡茶唔計喎，淨係飲水，係飲水，飲大半先。呢、這個有，唔係，我想收。好，收咗呢個俾你。唔該曬你，得你繼續去飲到咁急啊，慢慢飲。慢慢飲唔使急嚇。點解要飲水呢？個原因就係咧，水分咧，我哋身體七成成人係七成係水分嚟嘅身體，所以我哋咧要飲水推動我哋嘅細胞有派冰啊。即係你要俾啲冰你個身體，如果你飲水唔夠嘅人，身體痛症係會特別多噶。OK， 好，而家佢飲完支水之後咧，飲完半支啦，你見唔見我黐一半先？因為我要轉位嘅。好，我就再撳一撳佢呢個位，好啦，鬆咗啦，已經鬆咗啲。你而家個痛有冇少到？好似有少少。少咗幾多？頭先如果係十度痛，而家係幾多度痛？你撳唔好頭先撳，頭先好似有啲針喺度急緊咁，咁而家你撳完之後冇嗰個感覺。冇嗰個感覺，好，兩位家庭觀眾出翻嚟再撳翻同一個位。家庭觀眾唔識嘅。因為咧，你哋好重要，係咪啊？冇咁硬啊 ？OK， 家庭觀眾，嗱你又嚟啦。OK， 我哋等陣揾其他家庭觀眾。呢、這個撳呢個位，係咪淋咗啊？嗯，係啊，比之前淋啲。係咪啊？嗱，係咪即時嘅效果啊？即時的效果就是喝了水和沒喝水都現在打通了。好了，現在我想問你，你現在的痛是少了多少？如果剛才十度痛，現在剩下多少？現在好像沒那麼痛，少少啊，可能有剩下四成、七成。好了，它還有七成痛，那我們要轉位的，就要將十二點方向這個呢就再轉去三點方向。為什麼呢？這個 Ice Way 是有兩個作用，
第一，我哋點解會痛呢？就係因為我哋有受傷嘅細胞輸送緊一個訊息俾我哋嘅腦，話俾我哋聽呢個位置受傷，所以我哋覺得痛。咁而 ice bath 嘅作用就係阻截呢個輸送嘅訊息，明唔明白？當我揾啱位去阻截呢個訊息咧，係即時唔痛。咁第二個作用，當我擺咗落嚟嘅時候咧，佢再配合飲水，佢嗰個細胞會集中在這個位置去修復和處理，所以它這個位置當我每一個位置轉的時候，我會用順時針12點、3點、6點、9點去圍著它這個痛點去轉，從而將它這個位置那個發緊炎的組織、不通的組織、導致它痛的組織去打通它。好啦，而家我貼咗落去三點方向，其實15秒就可以再撳噶啦。不過我解釋埋啫嚇。好，而家再撳，你個痛有冇再少啊？嗯，比起頭先好似好啲。再好啲，而家剩翻幾多痛？可能都，你而家唔覺得痛啊？頭先撳嗰時候有。嗯，好啦，係完全唔覺得痛，你自己撳啊，不如完全唔覺得痛，定係仲有少少？嗱，我要分辨清楚呢個人，佢完全唔覺得痛，定係仲有咦咦？好像完全不覺得痛，完全不覺得痛，厲害嗎？厲害。好，你遞高隻手去試下，遞高手的時候有沒有扯住？因為你之前那個位置應該遞高手會扯住的。是有少少。現在呢？現在好像沒有。一起。嗱，好輕鬆，是不是？好，打橫。嗯。好不好？OK。OK。OK。是的。是不是不痛了？是的，沒有頭先那麼痛。是沒有那麼痛還是不痛？不痛。因為我們要確定還有一點痛，我要再轉位，明明白？因為我未找到那個位置，現在已經不痛，第二點已經不痛了。那我其實連埋飲水用了多少？其實一分鐘都不用，是不是？ OK， 因為我是要講解啦。那啊，好，跟住如果它完全不痛呢，這個白色貼點另外一半貼紙就撕得了，就可以幫它定位了，就是這樣樣啦。好了，O 唔 OK 啊？推唔推介呢一個產品？阿婆係咪即刻有希望啊？係咪好過吉針啊？係又唔驚係咪？係好。